你想一想，我以前是个女强人，那好多男人呢都看我这么优秀，就不敢接近我了。所以，我以后想走温柔路线。你能悟到这一点，说明你离幸福已经不远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从幼儿教育开始。我去准备一下。看来我们祖国下一代的小花朵要遭殃了，这是。要不咱们模拟一下幼儿园的情景，让他知难而退，给他来个崩溃疗法。妥妥的。同学们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非常高兴又看见大家了，请坐。哎，这样我们来考一下大家昨天学的这个乘法口诀啊，四五多少？抢答，漂亮，非常乖。来，你的小红花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接下来六六多少？36。好的，来，小宁儿，你的小红花。谢谢老师，小杨，我们都有小红花。回来，注意课堂纪律。老师，我这一直举手，你看不着啊。78多少？53。不对啊，88多少？88、56。不对，蕾蕾，你这惩罚口诀谁教你的呀？跟我妈呀。我妈昨天晚上喝完酒以后回来教育我吗？难怪呢，你说的都是二锅头的度数。来，蕾蕾。答的都不对啊，来把这个带上啊。别沮丧啊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畅想一下美好的20年后大家都在干什么呢？老师，我想好，20年后我将是一个大富翁，我有自己的私人飞机，天天坐着私人飞机到各个地方去谈判，然后还总捐款，我是一个大慈善家。小宁，我告诉你，20年后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富翁，你就是个穷光蛋。小严，你说的不对。不是，我将来呢，肯定要成为一名大导演，然后用我的作品呢，去征服全世界。葫芦娃，葫芦娃。子栋啊。20年后呢？老师，子栋喝多了，老师，喝多。20年后啊，你呢是拿个 DV 到处拍，但你呢没征服全世界，你把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给整懵了，啥玩意儿没拍明白，是不是？连连，我老师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啊，我能所有的考研我都能考上，然后我就是漫步在各大大名校的校园中里面，在那里面溜达。你这个是最靠谱的了，但是你是溜达，你是在校门口外边溜达，没考上。啊，小严，该你发言了。我不想说，我怕我说了之后，结果跟你们一样。别害怕，小严，结果没有那么可怕。结果呢，就是20年以后你想当明星，结果没当成，当成了个护士，然后你就有个臭流氓，完了成天喝得醉醺醺的，就缠着你呀，哎呀，围着你呀，哎呀，黏着你。哎呀，我不要。美颜小严，你别哭了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依靠。老娘，你坐下。你坐大奶牛了，你坐。你别等我。王小宁，你给我回去。回去。老师，我要和脸脸换座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坐在这儿看不见黑板。哦，你坐这儿看不见黑板，你坐那儿就能看见黑板了吗？老师，我是远视眼。脸脸，你给我起来。你躲了。脸脸，我再数3个数，你要不起来，你怎么办？你想咋办你？2、5、8，起来。360，起来。王小宁，你说话没听见吗？王小宁，我说你听没听见？听没听见？报告。脸脸，你干啥呢？我就拍你。你拍我干啥呀？你暴力呀你啊！你暴力呀你！别拍。老师，我报告，我摇的想吐了。这几位是？我是王小宁的爸。王老师，我是小严的妈妈。
我跟你说，我是张子栋他爹。马老师，我就想问问你啊，那小宁跟小妍在一起是多纯真的感情啊？你怎么总干那棒打鸳鸯的事儿呢？他们这是早恋。早什么恋呢？早恋，这个时候的感情是最值得珍惜的啊，影响孩子的一生。小宁他妈不就是跟那个幼儿园同学跑了吗？原来你就是小宁的父亲啊，子不教父之过，请你管管你们家小孩，不要再来骚扰我们家小妍了，不要这么丁点小就会占女孩子家便宜。那个什么小妍他妈呀，那孩子两厢情愿的事儿，你说咱们当家长的呀就没必要过分参与，是不是？冷不冷？你又是马老师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家孩子呢？啊，我家孩子那是个有理想的孩子呀，你这天天就这么虐他虐他虐他，你不能这么总打击我们家孩子，你这样我受不了啊。子栋的爸爸，你脾气别这么大哈，我主要是把20年以后的实际情况告诉他，我不想让他徒劳。你说什么20年以后呢呀？啊，你那办公室那抽屉打开那蹦吧，这里就穿越时空了啊！什么20年以后？我跟你说，我家孩子理想啊！你看这孩子今天这个身上这个艺术细这个细胞啊，这个天赋啊，你看他多随我，有那个艺术范儿，你看那艺术范儿。那个你们谁是马老师？我是大姐，您是？我是脸脸他爸，不是他爸他妈，我是脸脸他妈。哎呀。大姐，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想问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凭什么给我儿子戴那个绿领巾啊？多影响他学习成绩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想问问你。不是，大姐，你别激动哈。你看你哥哥这不也戴个绿围巾吗？你手躲了，别老整我这葫芦了。对不起，我这是领导给他不好吗？这不给我戴的吗？但是你绝对不能给我儿子戴绿领巾。你这俺们娘俩一回家，他爸一看眼睛不得冒绿光啊，不得呀、啊。马老师，哎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，因为正在值班呢。嗯，就麻烦您管一下，不要让班上其他任何男同学再骚扰我们家小妍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大家都是女人，我一个人带孩子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呀，小妍妈呀，您也是一个人带孩子呀？嗯，这么巧，我也是。要不咱俩一起过日子，咱俩一块把孩子带大了，好不？去。小妍他妈呀，这男人咋这么的不要脸呢？你我说现在至于吗？别生气啊，缠着人家呢。你就是、啊、怎么的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马老师啊，听听听啊，你要别抱着那孩子呀梦想，听不听啊？啊，你要再动那梦想，我把你鞋跟给你打折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体格没有绑，再给我俩得手，我告诉你，再搁家还带绿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你知道什么眼睛冒绿光，一天天的，老妹，挠死你了！我不当老师了，挠死你！老妹啊，你是我喝多了，还是你真长那样啊？你喝多了？哎呀妈呀，我这喝太大了，我。